我们的自由民主也没有退路。民进党天天骂国民党，原来民进党你不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，你是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啊！我们的自由民主也没有退路。我们期待民进党30年的努力，当他在野的时候，我当立法委员。民进党最讨厌国民党干3件事，每次民进党立委就来骂我，跟我们吵架。第一，叫做什么？党政不分。第二，立法院多数暴力。第三，新闻不自由。有的时候还会再骂一个，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，司法不公。民进党天天骂国民党，结果执政3年半，我们发现原来民进党你不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，你是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啊！控制司法，用他的监察委员陈思梦居然敢去约谈法官检察官，造成法官检察官心生恐惧。控制新闻自由，买通了90%的媒体，用纳税人的钱偷偷建立网军，扮演上帝的角色，在网络上说谁是好人，谁就是好人；说谁是坏人，谁就是坏人；说外交官驻日本苏启成是坏人，逼着一个优秀外交官自杀，代表他的清白。这就是民进党。